声逍遥，江湖险恶像一座岛，我给你快乐解药，你为我热情燃烧。江湖是人人是鸟，谁不想越飞越高，你为我踏浪而月儿，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？月儿，刚才我们大家都在找你，原来你先回来了呀！我为什么不能回来？本来我可以跟老爷在一起，结果却让大夫人给破坏了。月儿啊，我们不是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吗？你真想被老爷收房？难道你想享受荣华富贵？我做这些，只是想要帮旺夫报仇啊！彩儿，你知道吗？二夫人现在独揽苏家大权，我想了很久，唯一对付她的方式就是成为老爷的人呢。就算这样，那二夫人你也是对付不了的。只要能替老爷生个孩子，我就不信谁能斗得过我。月儿啊，这么做有多冒险你知道吗？这万一二夫人对付蓝萍的办法来对付你，那怎么办啊？我才不怕呢。彩儿，你知道吗？旺夫死得有多冤枉？除去二夫人，替旺夫报仇，不管做再大的牺牲，我都愿意去尝试。可是这么做是不妥的。我们不应该这么做呀。这包袱怎么回事啊？彩儿，这不是二夫人的鞋吗？彩儿，你别多问。蓝萍溺死的水井旁长有煤油，飞羽公子说过，这煤油的主人就是杀害蓝萍的凶手。我们完全可以拿这个告二夫人呢。彩儿，你知道吗？只凭这一个东西根本告不了二夫人。这个东西是我留下来备用的，等到将来收集到更多的证据，一起拿出来让二夫人无可辩驳，这样才能一举成功的。你有把握吗？当然有。彩儿，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让二夫人尝到苦果。好，但是月儿，你不能为了替蓝萍和旺夫报仇而把自己的清白搭进去啊。知道。破坏我的好事，苏家大夫人，你别怪我翻脸无情。哎呀，欧阳先生，你们回来了。大人、大人，欧阳先生，你拯救皇上于危难，实是我大清之福，请受蓬蓬一拜。哎，这是为何呀？这可是我应该做的。欧阳先生，你们快坐吧。好。欧阳先生，你等此去居然擒服了察哈尔王，真是大快人心啊。是啊，可惜秋官有要事在身，不能跟欧阳先生、香武兄还有如霜去做如此有意义的事。太不够意思了，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如果早点告诉我，我跟你说啊，根本就用不着那么多人，我黄天霸一个人就能制服那个察哈尔王。
哎呀，你听着，大人，你的意思我们几个都是废物吗？就你自己行是不？啊，是啊，天马，做人要低调点，别太嚣张了。欧阳先生，天霸喜欢说笑，不过我想，如果真的托了天霸还有秋官帮忙的话，应该是增添了你们的力量，是不是？那倒是。不过这次啊，我的牺牲最大。此话怎讲？你们想啊，我整天看着我师妹被那个茶号王搂搂抱抱，我心里啊特别不舒服。是啊，二师兄，怎么能说是你牺牲大呢？要是这么说的话，我的牺牲才是最大的呢。我不但每天要跟那个茶哈尔王卿卿我我的，还要扮演那个什么德妃，人家可还是没出嫁的小姑娘呢。哎，那倒是。对了，大人，严公公现在怎么样了？啊，严公公现在一切安好，一直都是由秋官和彭兴在照顾。皇上有旨，说严公公要是好了的话，要他立刻进京复职啊。像这样的忠义之士，的确是应该封赏。嗯，是啊。大人，那这案子办得怎么样了？啊，欧阳先生，你对此案是如何看的？哎，大人呐，我感觉咱们俩的看法好像是一样的。嗯，我就不说出来了，不如咱们俩写在手上，怎么样？好。嗯。欧阳先生，你果然是个奇才，我们只是把案情跟先生说了一下，先生便猜到了八九分呢。大人，正所谓做贼心虚呀，就像上次的迷魂针一案，总会有漏洞的。只是现在我们缺乏最有力的证据。除了证据之外，还有一点，就是为什么苏夫人竟要袒护他？这就要问你救的那个人了，咱们跟他谈一谈喽。好，那个人上回欧阳先生医治他，现在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，我去叫他。嗯，好。虽然说我姑姑平时对下人很好，可是我觉得姑姑对他好得有点过分了。嗯，你看啊，不光给他衣服，还给他珠宝。那你觉得他的用意是什么呀？照理说，给一个丫头这么多东西，难道是要给我姑父纳妾？啊，他都娶三个老婆了，还要娶啊？哎，这太过分了！别打岔，继续继续，你说。不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纠葛，只要查明原因，就好处理。哦，大夫人是你亲姑姑吗？是啊，是我爹的亲妹妹。哦，那天霸得麻烦你一趟了，你再去问问你姑姑是不是还有隐瞒的事情。嗯，只不过虽然我跟我姑姑感情很好，但毕竟是我的长辈，有些事情吧，我终究还是难以问出口。嗯，来，听我说啊，这样了，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们三个来办。嗯，不好了，大人。嗯，秋官怎么了？男人跑了。谁跑了？欧阳先生。我知道了，那我们赶紧走吧。大人，告辞。嗯。秋官，这件事情要是弄不好的话，怕会再出人命啊。我明白。
看来我要再去找姑姑下下功夫。在这等我，我马上回来。哎，师兄，师兄！哦，原来他跑苏家来了。二师兄，咱在这儿喝茶，大师兄会不会找不到我们？他看我们没在哪儿，就会上这儿来了。哎，大师兄，怎么这么快回来了？好厉害啊！来，喝杯茶。这我还等你们好半天呢。是你们上哪去了？你让我们在那儿等，我们待着也没事儿，所以我让二师兄陪我过来喝茶呗。嗯，哦对了，你刚才去苏家了？不错，待会儿还得回去守株待兔呢。这有一点我想不明白，嗯，苏夫人为什么这么袒护月儿？其实我觉得月儿也挺可怜的，一天到晚被那个红颜又打又骂的。苏夫人疼她也没有什么错呀。是啊，不过我觉得这都是表面上的原因，这真实的情况我想彭大人应该了然于胸吧。嗯，彭大人非常聪明啊，什么事都逃不过他的眼睛。要破这个案子，为了慎重起见，我还得去办一件事儿。相武你就……哎，我明白了，那我这个跑腿的再跑一趟吧。我们走。爹，我看请你帮我把这个衣服送给秋官，我回去了。啊，为什么呀？九娘，你这么大一个侠女，送件衣服你都怕了？我这辈子都没有做过这种事情，我觉得好尴尬。这有什么尴尬的？你这好不容易一针一线熬了那么多个夜晚缝的，当然要送给他了。好啊，你要是不送给他的话，那我们就去前面那个当铺，把这件衣服当了，换点钱，吃点好吃的，啊？蝴蝶，你好坏哦！我好坏？我这是帮你呢。好了好了，快去吧，反正丑媳妇儿总是要见公婆的嘛。哎呀，这么巧啊！欧阳德。哎。这是干啥去啊？这什么呀？我们是准备要把这件衣服送给……衣服啊？送给谁呀？送给……我倒要试试看，欧阳德对我是真心还是假意？不如我就这么说。怎么了？送给谁还不好意思说吗？你为什么要知道啊？我就是好奇，你要不愿意说就算了。我只是想，这么巧，我们又好久没喝酒了，喝两杯呀。喝酒？蝴蝶，不然你去吧，我还是先回去了。哎，别！哎，九娘一起去呗。要不今天就不去了吧？我们俩还有事儿呢，我们还要一起去送衣服。送？那我就更好奇了。你这衣服到底要送给谁呀？洪天霸。给黄天霸的。嗯。那这衣服。我亲手做的。啊，亲手给黄天霸做的。嗯。之前在驿馆，
特别无聊，没事干，所以我就让九娘教我缝衣服。这衣服可是我一针一线缝的，缝完了我就觉得特别适合黄天霸。太好了，一针一线亲手做的啊！黄天霸身材不错哈。黄天霸在庞大人那儿吧？嗯，快去吧，去晚了他该走了。啊，给黄天霸了啊！快去吧。嗯，那以后再喝酒啊。好。你为什么要骗他？骗他？没有啊，我只不过想试试他。是他？不是他，我哪知道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你呀，平时看你这么潇洒，没想到遇到感情的事情，你也这么鬼心眼儿啊？这哪是什么鬼心眼儿啊？我不试试他，我哪知道他有多喜欢我。你是当局者迷，平常我看欧阳德嘻嘻哈哈的有点不正经，但是我看他在看你的时候那种表情跟神情，绝对不只是喜欢哦。那还有什么？那是爱。扯到我身上来了，你自己送给他。蝴蝶，找我。嗯，什么事？其实找你的是他。你回来了，确实看起来和以前不一样。那当然了，你不觉得我们九娘比以前更美丽了吗？嗯。对了，你不是跟福郡王去京城了吗？是啊，不光我去了，蝴蝶也去了呢。是啊，这一次呢，我们俩都守在皇上身边，保护皇上。哎，真的。哎，这次救驾，你们是大功臣。什么功臣不功臣？像平时我们都在江湖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这次能够保护皇上，我们也很开心啊。嗯，对了，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其他重要的事要跟我说的？这一次来吧，第一是想告诉你我们回来了，以后啊你就可以去找九娘吃吃饭聊聊天。这第二呢？你说这些干嘛呀？我不说这些我来干嘛？第一我知道了，那第二呢？这第二嘛，九娘有东西要送给你。我去。包袱，快打开看看。是衣服吗？你怎么知道里面是衣服呢？因为前几天珠儿也做了一套衣服送我。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我是说珠儿她前几天。蝴蝶，既然我衣服送到了，我也没什么事了，我们先走吧。喂，九娘，九娘，九娘，你这人怎么那么笨呢？你知不知道九娘白天要保护皇上，晚上又不能睡觉，她一天到晚就是为了帮你赶这件衣服。他一个舞刀弄枪的人，居然为了你赶这件衣服，把一双手扎的全部都是针眼儿。
我知道。你知道？你知道还告诉他别的女孩送你衣服，这不摆明了告诉他你不稀罕他送你这件衣服吗？不是这样的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刚好前两天珠儿也是用包袱包着衣服，所以我才这么说的。那我现在问你，你心里到底是现在送你这件衣服的主人，还是之前送你那件衣服的主人？我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，我珍惜现在送衣服的人。二夫人，二夫人，你怎么亲自端东西啊？还是让我来吧。这个是我特意给大节煮的面，我给他送去，那更应该我来了，我是丫头嘛。哎呦，我说不用就不用，你去忙其他的事儿吧，我亲自给他送去。啊，这太阳也没从西边出来，这二夫人怎么今天变了个人似的，还亲自端面？哎呀！你知道吗？这二夫人亲自做面给大夫人送去。彩儿，你有没有看到？看到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哎，玉儿，你有没有听到我刚才跟你说的话呀？二夫人煮面吗？我也帮了忙啊。那你说这二夫人是为什么呀？啊，对了，彩儿，啊，那个你前两天跟我说的事，我想了想，你说的对，就算要替旺夫报仇，我也不应该牺牲自己。做老爷的三房，月儿，你真这么想啊？那就太好了。你知道吗？当初这兰萍被老爷看上，我是真的替她高兴。但是你想一想，前前后后不到一年，哎，老爷一不在，二夫人不是冷嘲热讽，就是打他骂他。好了好了，彩儿，我还有事情要忙，这件事先别提了。老天爷，我居然打了月儿，我那么久没有看到他，我有多么想他，念他，我心里想着，我要疼他，我要爱他，可是我今天，我既然，我打了月儿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该死，我真该死啊！大姐，是你呀、啊。你来干什么？啊，我听他们说你没吃饭，我就煮了一碗面给你。我不饿。大姐，之前的事儿都是我不对，我特意煮了这碗面来跟你道歉，看在我们姐妹多年的份上，原谅我嘛。我吃不下，不想吃。哎呀，好说歹说，你还是吃一点儿。你不吃饭对身体不好，要不，就代表你还在生我的气喽。等一等，你是啊，大夫人，我是三河县县令鹏鹏的好朋友，也是令侄黄天霸的好朋友。原来是大人和天霸的朋友，你是来找天霸的吧？哎，你是怎么进来的呢？夫人不要见怪啊，我这人呢有个毛病，从来不爱走门。翻墙进来的，翻墙进来的，那不就是贼吗？哎呀，说得好啊！
二夫人眼睛挺大啊，但是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偷东西了？啊？我偷你什么了？我只是冲着这碗面来的。我一路跟着你，这碗面太香了，我就想吃这面而已。这面不能给你吃。啊？为什么呀？这可是我专门煮给大姐吃的。我说二夫人，大夫人那么善良，不差这碗面。再说了，哎呀，我为你们苏家跑里跑外的，别说这一碗面了，一口水我都没喝着。苏家家大业大，不差这一碗面啊！来，哎，不是我不愿意给你吃这碗面，啊，是因为这碗面我刚才尝了一口，不干净了。啊，那这样吧，我带你到厨房去看看，嗯，想吃什么随便挑。啊，爽快。好，既然大姐开口了，我就再去厨房给你煮一碗，免得你说我小气。好。哼。大姐，大姐你怎么了？大姐，看什么看？扶起来呀！我就是煮了碗面给他吃，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砒霜，中了砒霜。啊！这碗面我看是你端来，是不是？姑姑，姑姑。啊！大夫人怎么了？姑姑，姑姑，姑姑。这样，我姑姑怎么了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姑姑吃这碗面，刚喝了一口汤，就中了砒霜，面是她端来的。啊！柳红叶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天爸，你要相信我，我怎么可能会下毒害大姐呢？你一定要相信我，相信我呀！啊！我相信你什么？现在人赃俱获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天爸，你姑姑没事的，她只是喝了一口汤，中毒并不深，我已经给她吃了解药，已经没什么事了，你就放心吧。柳红叶，如果我姑姑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饶不了你。哼，恒星。嗯，啊，欧阳先生。柳红叶，我现在就回去禀告大人，然后把你们苏家全部的人都带回府衙去。对，就是要判这个女人十个死罪、百个死罪、千个死罪、万个死罪，总之就是让她死一次。哼，真是最毒妇人心，对吧？嗯。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我真的什么都没做。才不是呢！我刚刚明明看到二夫人端面，我说要帮忙，她说什么都不让。还要说什么特地为大夫人做的，非要亲自送过来。好啊，你们串通好了陷害我，是不是？你们为什么要对我这样？好了，你别再说了。哼，我这就带你回去，有什么话到公堂再说吧。走。我不走，我不要，我不走。走吧，放开我。欧阳先生告诉我们说，那碗面就是柳红艳端给大夫人吃的，苏大夫人本来不吃，柳红艳非要她吃，她吃了以后没想到就中毒了。啊，是啊，大人，还好当时欧阳先生及时赶到，如果不是欧阳先生帮忙解毒啊，那个后果真是不堪设想。嗯，
明明啊，苏大夫人中的毒就是柳红艳下的，从头到尾就是苏夫人吃了柳红艳那碗面才昏倒的。对，大人，事情的经过就是这个样子。嗯，大人，看来此案即将侦破了。如今，我们先把那柳红艳收押起来。恒心，嗯，你有没有限制苏府里面的人自由的出入？大人，这你就放心吧，我已经命捕头先去了苏家，并且告诉他们不得擅自离开那里，所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嗯，大人，柳红艳如今人赃俱获，你呀就先判柳红艳一个死刑不就得了吗？哎，小林，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，虽然我们现在掌握了不少的证据，但是还必须等欧阳先生厘清了这案件的关键，我们才能将真相大白于天下。对了，彭鑫，嗯，那苏夫人可有大碍？哦，邱大哥，那苏夫人已经没有大碍了，欧阳先生已经帮她解了毒，而且啊，天马兄还陪在那儿呢。这个苏大夫人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，哼，黄公子啊一定会把那个柳红艳大卸八块。把牢门打开。大人，民不冤枉，请青天大老爷为民不做主啊！大人，二夫人，平时你为人刁钻泼辣，伶牙俐齿，如今总算觉悟，知道自己错了吗？这几天，民妇关在这里，从破口大骂、大声喊叫，到现在都没有一个人理我。民妇想了又想，想了又想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得理不饶人，不该趾高气扬，我不该乱发脾气，我也不该随便的打骂下人。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大人。柳红艳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看来这几天的牢房，你没有白做。是啊，是啊，但是请大人相信我，我不可能害大姐，我真的不知道那里面有毒。相信我，我是冤枉的，大人，大人。本案案情已经理清，一切事宜明日公堂自见分晓。秋官，我们走。是。大人，大人，我是冤枉的，大人，大人。威武！关于苏家失足坠井，还有关中产子两事一案，经过调查，本县已将案情理清。今日大堂公审，便要将真相公诸于天下。柳红艳，民妇在。本官问你，兰平坠井当天，你是否约他到北院的井边见面？我。公堂之上，实话实说，如有半句虚言，我绝不轻饶。大人。才有一物品能证明二夫人去过井边。呈上。
案发当天曾经打翻过一盏煤油灯，这鞋上的煤油便是证据。大人，我那天确实约兰萍到过北院的古井，那天二夫人，你这该死的丫鬟，我叫你到北院来还得三催四请的，别以为你帮老爷开枝散叶就飞上枝头变凤凰了。苏家容不得你。二夫人，我知道我天生命贱，荣华富贵我都可以不要，我只求你行行好，我求你行行好，让我留在孩子身边吧。把你的脏手拿开。二夫人，二夫人，滚开。不管兰萍如何落井，你若不约兰萍，兰萍就不会死。你难辞其咎。天霸，我知道你讨厌我，你可以打我骂我，但是我真的没有推兰萍下井，真的没有。本官知道，当日兰萍坠井之时，还有人跟在你的身后，也去了北院井边。本官希望那个人自己站出来自首。本官已经给了你自首的机会，如果再不站出来，本官就要点名抓捕了。害死兰萍的是我，逼死旺福的也是我，请大人判明父的罪吧。姑姑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为什么把所有罪过揽在自己身上？大人，我姑姑绝对不是杀人凶手。天霸，稍安勿躁，听大人审判。是啊，天霸兄，你千万不要着急，一会儿就都明白了。苏夫人，你说是你杀死了兰萍？是我，大人。当时兰萍在井边哭泣，我经过那里想过去劝劝她，结果我一不小心撞到了她，她掉到了井里。兰萍，兰萍啊，你怎么在这哭呢？大夫人，我……哎呀，兰萍啊，当心你的身子啊！你有什么委屈，有什么心事，跟我回房去说吧。来，跟我回房去啊！来，不用，慢点，慢点啊，当心。啊！大夫人，啊！
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。大人，我不是故意要害死兰萍的。姑姑，我不明白，如果事情的真相真是这样的话，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？如果早告诉我，接下来也不会发生这么多事情。天霸，姑姑我。我心慌意乱，没想那么多，对不起了。大姐，事情既然是这样的，你为什么不早点说？害我背了这么久的黑锅。不是的，大人，大夫人那天明明在诵经。事情就是这个样子，你不要多嘴。啊，大人，命妇讲的都是事实。好，那本官问你，关中产子一事，你如何解释？这产子，产子，这关中产子，从实说来。啊啊，是我不忍心兰萍就这样走了。啊，我跑过去劝陪兰萍，结果我听到婴儿的哭声，我就吓得跑回来了。好，本官再问你，那旺福的事情你如何说？这苏夫人，你说不出来了吧？那旺福在公堂自尽的时候，你根本就不在现场，你又是如何逼死他的？